有水还没有咽下去。好的，来，刚刚大家已经看到我们的程潇老师了，下面有请我们的程潇，有请。欢迎。Hello 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Hello Hello， 你好。Hello。来，就那这个。来。来，请来到这里。好，来，请跟我们 YY 的粉丝们打个招呼。Hello YY， 在看直播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程潇。好，哎，平时有了解过直播吗？偶尔也有做过吧。是，觉得就是直播的感受如何？直播的感受就感觉能跟粉丝们或者看直播的朋友们能够面对面，然后就是更好的交流吧。大家都有很多人都在打您的名字，刚刚这边。对对对，今天不仅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 YY，那也是第一次跟庚哥合作，对吧？对，什么感受？而且是开一场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是开场第一个节目。那其实第一次跟庚哥合作，也还是有一点小紧张吧。对，刚刚在排练的时候就有看，好像排了挺长的时间的，在刚开场之前。对，其实刚开始因为也是彩排的时候才能跟庚哥第一次和这个舞蹈，然后可能对，会需要更长的一点的时间去排练。对，那你看这个我们男主持呢就是在讨论这个方面，像我们女主持呢就只能欣赏，哇，好美啊，好帅啊，也很美啊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刚刚有这个看过自己的刚刚的表演吗？还没有。对，但是我可能没有看过，就是大家这种什么有特写啊或者什么的，我只有那个，我的经纪人姐姐给我录的一个全景的吧。对 ，YY 的神奇之处就是这样的。刚刚你的表演，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的上传方式已经可以看到了。来，请让我们看一下程潇老师刚刚的表演。哇哦！Every kiss was the truth. We'd be doing all the kinds of things I know you wanna do. But I need to know. Will you protect me, respect me if I let you close? Let me in. I wanna be closer to you, let you under my skin. If I let you in, you gotta be careful.好美，好酷啊！对，就看了自己的这个回放，有什么感觉？可能我也会有点职业病，就可能会看自己挑刺儿。对，这个动作我当时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对，所以平时如果要练舞的话，也会看自己的那个录像。对，平常练舞会比较多看自己的录像。因为在有时候在演出的时候，他没有镜子，一般大家都对着镜子来练完之后，然后再演出。对，而且比如说有时候会受一些服装的限制。对。是，但刚刚看到我们这个潇潇跳舞哈，但潇潇除了跳舞以外，最近还在拍戏，对不对？对，要不要拍戏？拍戏什么感觉？和跳舞有什么不同？其实拍戏也是我在就是越拍可能越能感受到拍戏的乐趣吧。其实真的是一个，也是一个有无尽探索的一个，怎么说，一个不一样的自己，对，不一样的自己吧，对。这拍戏只是这样的。那今天也是我们的月华十周年，如果真的对十年前的自己，你会说什么？十年前的自己，对十年前的自己说什么？
十年前的你也辛苦了。是，那十年后呢？十年后，十年后自己就说，希望十年后自己能，就是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吧。对，十年后就想说，哇，真的是，我真的是一点都没有老。对，十年后自己希望十年前的这些努力都没有白费了。对，刚刚我们在看回放的时候，我还在偷偷的问潇潇，因为你们也看到了，就是我人生当中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头发怎么样都可以，但是我的刘海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女孩的一个致命伤，就很想要这个齐刘海就保持住。但你看我这个，刚刚就主持完之后已经就趴下了啊！我以为你是故意，就是有那种柳儿的卷呢，是因为已经趴下就没有办法像你这样保存的很好，有没有？而且人家也是跳完舞蹈之后。对啊，跳完舞蹈之后还这样好。随时整理，那包括看我剧组花絮都是一有休息时间，我会看你在那卷刘海。对，我随时整理，然后可能就是喷的发胶会选择就是。喷头就是那个会比较细一点，就怕喷出来那个胶会比较细一点的，因为胶喷不然的话就像这样打绺，对，会容易打绺。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的刘海就非常困惑我，然后我就选择就不梳刘海，然后发现不梳了之后就说哎呀还是困惑我一点。对，女孩子好像对自己这个迷之这个刘海的这个执念。对，就是很多人留了刘海之后就会选择一直留刘海。好，但其实哎，看到我们的歪熊，其实歪歪熊也有刘海。哎，你看我们的这个熊啊，它其实也是一个有刘海的。那在我们那边呢，有一个歪墙啊，歪熊的墙，你可以选择一个标签来适合你的，选择两个，选择两个，对，选择两个，对。但我觉得这个舞蹈担当怎么也舞担啊，也会选吗？或者是自己喜欢什么都可以。选一个窈窕淑女，选一个风度翩翩吧，让他俩凑一段。好的，可以，好吗？对，然后像说到这两个粉丝们也可以凑成一段。对，选这两个吧。对，嗯 ，OK。好，居然变成了这个红娘哈，来，请在我们的歪熊上面签字。在后脑勺，非常特别的签名，签字的地方。嗯，签完名之后，然后举歪歪熊，然后我给你叫一张拍立得。好，看我这里就好。直播间的粉丝们也可以赶快的截图哈，截屏。等会儿他在充电，哎，哎，稍等，稍等，他怎么在充电？哇，见到美女，我们的拍立得已经 OK 好，暂停住了。谢谢。好，来，这个可以交给我，谢谢。哎，都不会看一看自己拍完的照片的样子，不看。我问一下，因为女孩子嘛，就是大家都会说什么，来，请坐，就是什么拍照。什么几百张，然后只会选择两张，会吗？就平时自拍的时候，就最近好像自拍比较少一点吧，可能在剧组也是，可能就有什么照片就发什么照片。那以前其实我也是挺喜欢自拍的一个人，会找一个就是各种就是先哎找好角度，然后摆。可能大家有一个自己知道自己哪一个角度好，比如说。左脸比右脸好看啊，这种。对，好，哎，那既然说到我们这个自拍了啊，其实我们的 YY 直播间呢也是可以近距离的和我们的粉丝来互动。你看这个就像你的自拍杆一样，但然后粉丝看到你的角度就是这样啊，你要不要就是摆几个平时会用的这个自拍的动作。我平时喜欢拍左脸，然后快、哎、怎么我分不清左右，是这样子。对，会比较喜欢稍仰一点的角度吧。会哇，看到公屏上面，赶快看一下我们的弹幕上面，应该都在说美美美美美哈。好，现在刷，对，刷你的名字，然后说，快看，一直爱你，养眼，棒棒的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屏，然后他们会跟你实时的去互动。嗯，对。有很多你的粉丝在上面刷屏了，已经。你可以看一看，瞬间电量100%，然后充满电了。看完你的这个自拍，马上就要充满电了，对吧？对。好，那最后想要对粉丝说一句什么话呢？那就
月华10周年的家族演唱会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尽兴，玩得开心，然后也多多支持我以后的活动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潇潇，谢谢，也希望你可以下次再来拜拜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，我喜欢一出门就爱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一起闯就带给大家微笑的脸庞，我喜欢一出门其实告诉他，就相信相信帮助他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有未来的相聚，有期待会珍惜，何必让漫天乌云遮住眼睛，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就该同享，有难必然同担，用相识相守换地久天长，请你相信这份感情值得感激，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有缘才能相聚，有心才会珍惜，何必让漫天乌云遮住眼睛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